哎呀，哦，老鲁啊，这个安全帽不错啊。哎，可戴着这个安全帽，好像是那个环法自行车冠军叫什么来着？阿姆斯特朗，对不对？陈大教授说话要有点常识，怎么了？这叫安全帽啊？这叫自行车运动员头戴的安全帽啊，不是你讲的那种工地上的安全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真称呼我，不应该叫阿姆斯特朗，应该是巩阿姆斯特朗。 老公啊，你戴这个安全帽啊，你是不是怕遇到张奶奶了，她拍你啊？有意思吗？可笑吗？哎呀，不过通过你们的笑声，我倒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什么人学什么戏？跟着黄鼠狼，当然就学会偷鸡了。 我也搞不懂，哎，是你自己学坏呢，还是他把你给带坏了？不是你啥意思，郭老师？谁是黄鼠狼？<笑>哎呀，老王同志，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啊。但是既然你已经搭腔了，那我只好跟你讲，是不是黄鼠狼，到时候就知道了啊。反正我感觉呀，你们父子两个是一对黄鼠狼啊。 不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跟你说，郭老师，老哥几个在一起碰见了，没啥事儿，打打哈哈，逗逗闷子。你把孩子扯进来干什么？你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他没招我，你也没招我。但是那件事儿让我看不下去，啊，你就等着结果吧，啊。<笑>不过，老陈，我始终把你当做自家人。 行了，什么老实自家人，谁跟谁自家人？<笑>好，既然你不愿意以邻为善，啊，我不强求。不过我始终把你装在我心里，现在我就正式的善意的提醒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速效救心丸随时带在身上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咒我千金国犯心脏病啊？你咒的死啊？你太恶毒了吧你！ 说话注意分寸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龚天德，你别太过分，你要再这么过分，你要小心点。我告诉你，干嘛？哎，老胳膊老腿的，还要跟我动手吗？你小心我亮利爪吃猫肉。哎呀，我就像一只猫，有时候很温柔，有时候亮利爪。哎呀，挠得我心痒痒。哎，所以我一见到你，我就想吃猫肉。陈远波。 一直把你看作是一个文化人，高级知识分子，你居然干出这种龌龊的事，这回我跟你没完！啪啪！张奶奶，郭老师在这儿呢！哎呀，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哎不是，亲家，嗯，是啥毛病？ 你咋一提猫，这郭老师还跟你急眼了呢？因为，他想吃我的猫。<笑>不，你家也没养猫啊！太不像话了，居然敢翻爷爷的东西！瑶瑶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拿了爷爷的日记？是。咦，你还理直气壮是不是？<笑>是谁教唆你？ 偷爷爷东西的，哼！你不许你养，是我让他拿的。是不是你外公让你偷的？不是，是我们自己拿的。自己拿的，不可能！那你外公怎么知道我的日记呢？哼，是我们自己拿去给他看的。气死我了！真是小小年纪竟然干这种的事儿！哎，你可真行，真行，这就叫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。你们老王家。 教育出你这样的熊孩子，你不许污蔑爷爷，也不许污蔑我全家。好，我污蔑他。我现在要郑重的问问你，你外公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呢？他就给我读了段日记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真的什么也没说？没有。哦，真是。那二老爷，你为什么想吃猫肉？ 妈妈不想吃。别，不要再提猫肉的事儿啊！我烦着呢。哼，现在。
知道了吧？你侵犯聂瑶隐私的时候，聂瑶也很心烦的。哼！我外公说你欺人之道，还他一身。就是还治欺人之人，你怎么老进步？哼！哎，气死我了！气呀、啊！不开心。有什么事儿不开心？小孩子就应该温柔温柔。那是说小孩子呢，咱们都是大孩子了。那你能告诉我吗？我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爸爸妈妈最近吵架了，他们很不高兴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大人老觉得自己很神秘，什么都背着我，不让我知道。哼。可我早就感觉到了呀。那他们吵他们呢，咱们玩咱们的。我妈妈不高兴，我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你说的也对。可是我爷爷不高兴的时候，我连零食都没得吃呢。那他们为什么吵架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我爸爸把5万块钱给了顾阿姨。5万是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很多很多钱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真麻烦！这么大人了，吵个架还得我管。好吧，我去问问默默，问问他妈妈，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我爸爸。我不知道，我妈没告诉我。大人的事情，我妈妈从来都不告诉我。告诉你，我妈妈现在在家很可怕的，气得像个气球一样的，别人一戳她就爆，一戳她就爆。哎，我吓得我都不敢靠近她了。默默，借人的东西一定要还，你妈妈借人的钱不还，你妈妈就不是好妈妈了。不，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可是她好像没有钱。哎，默默，我们可以帮助你啊。我有压岁钱，明天拿给你。我知道我爷爷的零花钱在哪里，明天拿给你。好，谢谢你，不用谢。我马上跟妈妈说，快点把钱还给你爸爸。不用客气的。既然事情已经这么愉快的解决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玩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做一个合格的大侦探。必须得谨慎地先去调查一下我的爸妈。那个明天上午要出结果啊，别忘了请假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急着跟我办手续去对门过是吧？陈薇薇，我发现你这人真够逗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清者自清，明天结果一出来，你就什么都清楚。哎，我就发现了啊。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，连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是吧？不是，你倒是做出点让我信任你的事儿啊。行，明天结果一出来，真相大白。结果说事儿。好，走吧，我送你。没心情，不想做了。我还不乐意送呢。你跟着跑下来干嘛？回家。我回家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还要跟我上班去啊？哎呀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你们吵架没有？吵架？没吵架，我跟你妈就在那记个呢。记个？记个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。回家问爷爷去，快去，回家，回家。小弟弟呀，回来。我要检查你的工作了，顾谦。对不起啊，害得你跟薇薇闹别扭，我觉得特别抱歉。不是怎么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5万块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给你的。我也没想到会因为这个事儿。让你们两个人不愉快，所以我觉得真的
特别的不好意思。是嘉乐告诉默默的吧？你跟微微两个人闹别扭，嘉乐他心里面也不舒服，特别苦恼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。哎呦，没有，我跟微微我们俩没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听孩子在那瞎说，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说啊，微微呢，你别看他是一个南方人，但是他这个骨子里啊，他有这个北方人这种豪迈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我借你钱的事儿，其实他都知道。他还跟我说了，说钱不够的话，还让我跟他张嘴呢，啊！你说的是实情吗？哎呦，我发现你这人真够逗的，我怎么能跟你说的不是实情呢？是不是？你我骗你干嘛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王东，我就是觉得特别感谢你。其实我也特别想找个机会去谢谢薇薇，但是我又怕我去了以后吧，给你们造成没有必要的误会。因为你岳母她一直对我好像有成见，所以这样吧，你替我亲自去谢谢薇薇行吗？这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你谢来谢去的，你知道吧？这咱不是邻居吗？中国好邻居，对不对？而且邻里之间互相帮个忙，伸把手，这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。你别往多了想，没事儿啊。行，好了，那就先这样，挂了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龚老师，你头还疼吗？哎，要不我再给你重换一个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龚老师啊，你说这连着两天了啊，你被那个张奶奶是满院的追着打。哪两天，三天了，是吧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你最近的运势不行，是吧？所以我劝你啊，最近这些天呢，不要出来转悠了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哪儿都别去。啊，你们运势好，你们运势好，怎么还家里出难？你我不讲了啊。孔老师，我就着你这个问题，我跟你探讨一下啊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怂。如果你敢于反抗的话，你想想。我就不相信他还敢追着你。哎，亲家啊，我绝对不赞成你老给孩子灌输这种理论，是吧？这喜欢称王称霸，那绝对不是有素养的人做的事儿，懂吗？是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外公说的对，你不能遇到什么事儿都打架，打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。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是碰到问题的时候，首先要讲道理，要跟人家说道理。对，道理讲不通的时候，必须要出手。啊，你比如说，别人打你了，你说你不打他，用你姥爷的话说呢，就叫什么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当然了，你不能先打别人，当别人打你的时候，你必须得亮剑，是不是？打架不在于输赢，关键是。不要输掉气势，一个男人必须要有面子，你知道吗？要有气势。亲家，懂了吗？亲家，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种逻辑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真是无法理喻。不，刚才你不就这意思吗？贾乐，记着，外公跟你说一个道理，叫打人者人恒打之，懂吗？外公，你能不能讲简体？你讲繁体，我听不懂。来，我爷爷给你翻译一下，你外公的意思就是，别人打了你，你必须得打他，如果你不打他，他会永远的打你。爷爷的意思就是说，经常打人的人，那早晚是要吃亏的。是的，别老想着占便宜。
嘉乐告诉默默的吧？你跟微微两个人闹别扭，嘉乐他心里面也不舒服，特别苦恼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。哎呦，没有，我跟微微我们俩没吵架，你知道吧？你别听孩子在这瞎说，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说啊，微微呢，你别看他是一个南方人，但是他这个骨子里啊，他有这个北方人这种豪迈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我借你钱的事儿，其实他都知道，他还跟我说了，说钱不够的话，还让我跟他张嘴呢，妈。你说的是实情吗？哎呦，我发现你这人真够逗的，我怎么能跟你说的不是实情呢？是不是？你我骗你干嘛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王东，我就是觉得特别感谢你，其实我也特别想找个机会去谢谢薇薇。你看你又来了，谢来谢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咱不是邻居吗？中国好邻居，对不对？而且邻里之间互相帮个忙，伸把手，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啊！你别往多了想，没事啊。行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哎呀，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挂了啊。王东，晚上跟我回趟家啊。那行，都在家吃饭啊！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再加几个菜啊。行。哎，王东啊，今天晚上陪我喝两杯啊。哎，不是爸，我开车呢，爸。不是你开车怎么了？爸让你在这，你就在这呗。陪他喝两杯酒怎么了？快换鞋。爸爸妈妈回来了。哎，爸爸，你把这钥匙给我。我要的是不是这个？这乱放的东西，压坏了怎么办啊？妈妈要谢谢你哟，我宝贝儿子，好乖的儿子，奖励你玩游戏去吧。不是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换鞋啊！快请我陪儿子玩会游戏吧。志华，我还以为这几天他们俩生气了呢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我杞人忧天呢？
笑什么呀？管我呢？我是管不着您，您是谁呀？对吧？谁能管得了您呀？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您，对吧？啥管不了？你不用在这跟我斗嘴，现在一会儿鉴定结果出来，我看你还怎么斗。嘿，我真没敢跟您斗嘴，对吧？我也在这等那鉴定结果呢，我也希望他赶紧出来啊！出来之后咱好好看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对不对？老公，接你报告。报告来了，看去啊！你去拿。为什么我去拿呀？你做的呀，你当然要去了。你要看的，你不拿，你让谁拿呀？真够逗的。不知道咱俩谁真够，太逗了。你看这小气劲儿，你还真生气了呀？干嘛呀？掉下去了一会儿。摔死我得了。我就不。看你那样子，逗你呢。我不看，我相信你的老公。你说我现在要是过去看了这个鉴定结果，那我就是彻底的不相信你了。那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，那起码的信任是要有的。哎，别，我觉得您还是过去看吧，看完了您踏实，我也踏实，好吗？我，哎呀，干嘛呀？打到我？谁打的你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就抱着你，怎么了？就抱就抱，反正咱俩是合法的。我刚才呢，就是试探试探你。那你的表现呢，我还是满意的。小气劲儿啊你！我怎么小气了？你就给我脸子看！就别闹了，我敢给您脸子看。你看怎么样？刚才我是不是有特别有女侠范儿？吃不下差。就想往你身上扑，盘到你身上，哼，跑都跑不了。行了，你就说是合法的了，合法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别在这儿杵着了，走吧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拿我这一出干？老公，别动，别动，老公，不不不不。哎哎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呀，那个，我首先先解释一下，我不是不信任你啊，但是。那结果都出来了，咱们就看一眼。哎，我发现人特逗，你不是不看了吗？是啊，我是说不看了呀。但是结果出来了，那看一眼又能怎样？哎，那你这不属于出尔反尔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人太逗了。行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，行行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看完你别后悔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吧，对不对？你看完了不也是那样吗？废纸一张。我发现你有的时候这人啊，也真够逗的，对吧？你说这鉴定结果你非要做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看它干嘛？你看完不也是一张废纸吗？干嘛呀？就是一骗子！我骗什么了？你自己看那鉴定结果！我操！你太过分了！你拿我当傻子是吧？卑鄙！哎，别别别别！哎，你们过来个人。生气了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这小两口吵个架很正常嘛，上嘴皮下嘴皮还得打架呢，是不是啊？别生气。那个刘大夫，行，我来劝劝他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杨同志，这事你清楚？哎，我清楚，我清楚，我知道的。好好好。狐狸精，那狗男女，我绝对饶不了他，我饶不了。
妈现在就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以为妈跟你说，你现在不用伤心，你为他们伤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反正我都忍不了，我想起这事，我真的是，我现在就去换衣服，我得去找他们去。我知道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情，我给耽搁了。好，我马上。父亲，你有没有点道德？你抢人家老公，你要不要脸？你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自己心里面不清楚啊？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心里面有数？说你啊，你竟然敢带着私生子啊，你搬到我们的对面，谁是私生子？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威胁我们？你是不是想向我们示威？妈，你干嘛呀？妈，你不要叫我妈，叫我妈，你不要叫我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我们俩不要脸就算了，还竟然把私生子带着搬到这儿来住啊？是不是？你想干嘛？你说谁是私生子？先回去，我来跟他们讲。梦梦的爸爸是谁？解释。梦梦的爸爸是谁？那是我的私生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怎么敢？什么？你要干嘛呀？对我，那是你的私生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饶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饶你的，不带这样欺负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。妈妈，咱别这样行不行？啊，我不这样。大庭广众干嘛？那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欺负人欺负的太过分了，亲子鉴定已经出来了，你逃不掉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我。妈，你要干嘛？你有什么你冲我来行吗？你走开！你解释一下全家福，还有那个鉴定结果都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不是，全家福是我的，这样的话不是这样吗？哎呀，小点心啊！冲你来是吧？你说的是吧？来吧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干嘛非得这样？爸爸，不要吵了，你逃不掉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亚文，我们赶紧！哎呀，你看看人都……不行，这样不行，顾叔，来帮忙，帮忙！哎呀，快快！太欺负了！你说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我简直想不通啊！这个死王八羔子！哎呀，他要气死他妈的，我可活不了了！这是错，责任不完全在你啊！走。薇薇啊，也不要再哭了嘛，时间长了身体不好的啊。你哭什么？就这点本事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妈也没别的意思，她的意思我理解，哭是不解决问题的，我们现在就要想一想。接下来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容易，到法院离婚。他老王家不要小拿走怎么办呢？家乐就更不用说，真是个王八蛋，是个王八蛋。淡定，干嘛呢？老陈知道这件事吗？很麻烦呐！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嘉乐知道。对，哎呦，这个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这几天让嘉乐到我家里去住，等这个事情有了一定的结果，再把孩子接过来。好吧，薇薇。李丽英。啊。等王友才回来。让他到我家去一趟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新家母你走啊，新家母。你说这事儿办的，哎呦，薇薇，
妈对不起你啊，还替东子给你赔不是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没处理好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让你受连累了。说到底还是我和默默连累了你，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别这么说了，这事我真的挺自责的，抱歉啊。我真的就不明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如果说阿姨、微微他们不信任我，觉得有误会，我可以理解。怎么还弄出个什么亲子鉴定？什么鉴定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样，那个，我当时真的是怕这个事儿连累到你们母子两个人，我就去亲子鉴定做了一个这个。但谁知道那鉴定中心出来的结果说我是默默的父亲。我当时我找过他们好几回了，我也跟他们说了，但是谁知道那事儿怎么最后闹成这样？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他们拿什么去鉴定的？默默的头发。哪来的默默的头发呀？这肯定是搞错了。不是王东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这绝不能开玩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亲子鉴定必须重新去做。是，我要让你们给我一个清白。是是，我亲自带着默默去做。好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就是这事儿咱不管怎么着，一定得搞清了，对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过来。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？我要回家，默默还一个人。没事，那个默默，我让强子去接了。你还是赶紧休息休息吧。坐下。杨医生，陈教授，他二老爷。是我们家三代贫农，怎么到了我儿子这一辈儿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变了色儿。你说这个混蛋小子怎么能做出这种混蛋的事情来呢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也说你不要在这跟我乱谈亲家。对门，对门跟你是一家人吗？淑华，你不要过于激动啊！我看老王的态度非常是诚恳的嘛，啊，他也讲了，他也不知道王东怎么会变了颜色啊，做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但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人嘛，你总要等他回来，大家坐下来谈一谈，把情况了解清楚了。然后再做处理的决定。对对对，亲家母、亲家公，他二老爷，如果他动不动真要是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我就把他打残了，我当着你的面把他打残了。你的话我能相信吗？我能相信吗？王有才，我现在要再相信你的话，我们全家人都完蛋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亲家母，我知道我儿子真的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这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呀、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再一个，他就是找女人，他也不会在你眼皮的底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在我眼皮底下，你干嘛？你还想到外面再找几个是吧？那个，亲家母，要不咱这样，就是你们说那个 UFO， 咱们再做一次呗。UFO 是飞碟。对，那个是 A， 咱们再做个 A 呗。没必要，还有什么必要再做啊？你儿子不是傻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儿子是太聪明了，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骗了。真的没有必要再做了，因为我们做这个鉴定是全上海最权威的一个机构，不会有假的。不是，那会不会
说机器出了问题了，或者拿错了结果了，或者把别人的安在我儿子身上了，那系统的问题。对，不要讲系统错，首先是我错，知道吗？是我错，我把女儿嫁给你们家儿子，这就是最大的错误。王有才，你想想看，你儿子在外面生了这么大一个孩子，王总就是个瘪三，真是个瘪三。亲家，我们微微对你们家王东那是一片真心，我和淑华对他也不薄。可是你儿子做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人事儿吗？这是罪无可恕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还在生爸爸的气啊？昨天晚上他都不生气了吗？真的没想到我儿子能做出这样的话，真没想到，我也真没想到，他能跟对门这个女人搞破鞋，我真没想到，还整出一个沫沫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真的我打死他的心都有。你在这儿跟我摆什么呢？摆姿势是吧？摆姿态啊？你心里是不是在偷着乐呢？你又多了一个大孙子，啊？我们废话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通知你儿子，法庭上见。默默，什么？我的脑子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了。默默也是我爸爸的儿子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大人因为这件事很不高兴啊。哼，我得好好琢磨一下，准备出击。哎，把那个背心。悄悄问的，你这个办法能行吗？一定可以的，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。这个办法既可以不让爸爸妈妈吵架，还可以不让默默受伤。默默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听见我爷爷跟我外婆说，你也是我爸爸的儿子，那咱俩就是兄弟了。我是你爸爸的儿子？我真的是王叔叔的儿子吗？我爷爷和我外婆亲口说的，他们好像因为这件事很不高兴，妈妈还在哭呢。就是因为咱俩真一个爸爸，他们才会不高兴。要不这样，那个135做你爸爸，246做我爸爸，星期天他带咱俩一起玩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好啊好啊，我真开心，原来王叔叔真的是我爸爸，我做梦做了好多次梦脑袋，太好了。好，
以后你就得叫我哥哥，你得姓王，得跟爸爸姓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叫王默默，以后就可以在所有地方都叫王叔叔爸爸。那当然了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他去小乖乖，乖不乖乖你乖，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